好，我先自我简单介绍一下。刚刚静瑜有说我在《镜周刊》人物组，那在《镜周刊》之前，我是在《一周刊》一样是人物组，所以做了工作，人物组的工作呢，大概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专访，人物专访的话呢，我们会就是会选择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名人，就是他可能在各个领域有一些非常卓越的成就，那另外一种就是一般的民众，包括说一些很基层的一些市井小民，所以简单讲就是从总统到街友都有。那我自己因为就是对人也蛮有兴趣，所以都觉得就是名人跟素人都采访，他们都还蛮有意思的。那另外除了人物专访之外，我们也会做专题报道，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那专题报道的话，我自己我们也是什么题目都做，但是记者还是可以选他自己有兴趣的题材。我比较有兴趣，我会比较偏好司法相关的题材，所以待会会讲的这三篇大概也都是或多或少会跟司法案件有一些相关。深度报道里面，他如果没有故事就论述，就像我们在看黑白电影一样。当然非常出色的黑白电影，它会有它的艺术跟美感、艺术性，可是对一般民众来讲，毕竟大部分的都很难是很非常有非常高的艺术性的电影。另外很重要的是，一般民众可能接受度也比较低，就比较难所以报道大概也是这样，就是你比较难引起一般民众的兴趣，那他如果没有兴趣看，他就比较难有共鸣。那为什么共鸣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共鸣的话，其实你辛辛苦苦写的议题很难扩散出去，那你想要讲的话，想要表达的观点，其实也就很难被一般的民众或是读者去接受。那先讲到这个，就是刚刚静云讲的杀害两个小孩之前单亲杀死案，单亲妈妈杀死案，她的故事，她大概就是有一个单亲妈妈，29岁，然后她有一天就是带了她两个小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儿子跟女儿，然后就是住到汽车旅馆，然后就把小孩杀了，然后杀了之后她自己也自杀，但是后来获救，就变成两个小孩都死了，但她自己就活下来，然后就被面临司法审判。我一开始对这个案子其实不是很了解，只是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些司改团体他们有在发相关的文，所以我就后来就去了解，然后后来在跟他的这个单亲妈妈的律师谈过之后，我才发现就是还蛮震惊的。好，我后来大概就是看了判决书之后，可以理解法官为什么他会判那么重。第一个是法官的说法是说，他觉得那个单亲妈妈她的经济状况没有差到真的非要走上绝路不可。法官是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她信用卡从来没有持交，然后也没有什么负债，这样去判断，所以觉得那个单亲妈妈只是一时的困难，她不应该，意思就是那么不负责任的就想要走绝路，而且还把小孩杀了。那另外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一个没有判决书上没有写出来的原因，包括那时候很多社会大众都觉得说他其实自己没有打算自杀，自杀只是一个幌子，他只是想要把两个小孩就是觉得他没有能力养，他就丢下他们，然后自己假装自杀来逃离那个，就是脱逃那个刑责。所以我大概知道之后，我就那因为跟他律师谈过，我也看了卷宗之后，我就确定，蛮确定其实真相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大概就真从这几个点来去进行我的采访。我想要带读者去了解那个人，那这样子才可以让大家可以比较理解到真的是怎么样，而不是只有看凭着法官的判决书对他就是有一个就是某一方面的误解。然后采访的话，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除了那个，这个其实用在所有的案子或人物专访采访都可以用得到，就是我们会有点像从头开始问，就是问他的家庭啊、成长状况、求学过程、各种经历，而不是只有针对那个案件去问。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比较完整了解一个人。
就是你不会一开始就去采访，我们一定是先搜集一些资料。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我最基本的就是先看媒体的报道，大概有一个概念。可是当然就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媒体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太赶时间了，所以它的正确性可信度可能大概就是中等，就是参考而已。那第二个就是判决书，这个就是还蛮重要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司法案件，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要去读它的判决书。那判决书里面的事实都会可信度还蛮高的，但是还有个问题是，它其实判决书就是法官的看法，可是法官的看法它不代表，第一个它不代表事实的完全貌，第二个是它会有主观的法官个人的切入的角度，那法官不认同的部分，法官就不见得会把它放进判决书里面。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卷宗。卷宗这个是最完整丰富也最接近第一手资料，不过它需要当事人同意，所以通常就是会如果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当事人的话，就是会跟他的律师谈，请他律师去征求当事人同意，当事人同意之后就可以看卷宗。那卷宗这里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卷宗的经验，我第一次看就非常震惊，它里面那个资料是丰富，真的是宝藏。就是它会从警方一开始案发的时候的警方的笔录，然后到检察官侦讯的笔录，然后再到法庭上开庭的时候一审法官怎么问，然后当事人怎么回答啊，检察官怎么样，然后律师谁讲什么，然后还有各种的，像如果有各种精神鉴定或者什么，甚至被告的自白什么的，全部都会写上去，非常详细。不过当然这其中有很重要，就是不能在对方没有同意之下把一些，就是因为里面很多个资，就是不能泄露出去，这是最基本的，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一般我们不管是做题目或者是人物专访，都会去看一下当事人的 IG 啊、FB 啊，或者 Threads 各种，但是网络资讯都尽量查查看。那还有一个提醒就是，避免先入为主。这个有点难，但是真的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你不管是采访一个人，或是做一个题目。采访之后或是做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真相或是那个人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尽量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还有回到刚刚媒体报道，媒体报道除了时间感之外，如果是司法案件的话呢，它一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看到的司法案件的报道其实大部分都是警方跟检察官那边泄露出来的，虽然说侦查不公开，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常常去问到。那所以因为检警因为角色的关系，他们通常是比较站在去指控的角色。那法官不一样，法官是在中立的立场，可是法官他们的职业伦理就是法官不语，所以你去问法官是问不到，他不会跟你讲，变成记者只能去问警方跟检察官，当然他们的角色就是完全是另外一边的。所以包括在这次那个单亲妈妈的刚刚讲的单亲妈妈案子里面也是一样，其实所有的媒体报道几乎一开始的对，包括对单亲妈妈的各种谴责啊，或者甚至污名化，可能蛮多消息都是因为来自检警，所以大家观念就变成印象就有点被拉着走。然后还有讲危机，当然错误也不少，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讲到判决书，虽然它只是法官的看法跟一部分事实，但是还蛮重要的。那读判决的话，我自己一开始读也是很崩溃，因为里面几乎都不是写人话，所以就是很多专业用语，但是就是看久了，就读久了会知道说怎么样去赶快的找重点，那有些东西其实可以略过。好，那第二个再讲到采集的方式，就是采访。这个案子的话，其实司法案件最快就是从律师开始问，就是当事人那个被告的律师，你可以先知道整个概要，然后这个案子的话当然就是本人是第一手资讯，所以尽可能就是采访到本人。那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呢，他那时候已经在看守所了，所以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是去看守所看他，我有点忘了我是看一次还是两次，当然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用记者的名义，但我觉得这应该没有违背新闻伦理的问题，是因为我只要是，就我所知，只要是以媒体的名义说要采访去，不管你是采访还在羁押的人或是在坐牢人，几乎都不可能被同意，但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对啊，为什么 警方跟检察官可以不断的放话，那为什么被告就没有说话的机会？因为律师也是在侦查不公开的规范范围之内，所以律师通常也不太会对话对外讲，因为他们担心会影响到，会让法官不爽，所以他们也不太敢讲。好，所以我就是用，我也没有偷偷摸摸，就是用一般民众，就是我是他的朋友或是什么身份，然后去跟他会谈。会谈的时候，那当然完全不能录音录影，就只能靠印象，然后就记一记。那后来我当然也就直接拿出我的那个笔记本，但还好也没有人阻止我。然后还有就是通信，因为有时候他们受人他们不太能够，他有一个就是监狱的一个那个管理办法，你比较重刑犯的话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只能够通信。那后来状况是连通信都没有办法，所以采访到本人的次数其实不算很深入，但我觉得还算够。然后再来就是小吃店员工，就直接那时候我大概就设定了从卷宗里面看有几个人是重要的，除了他的律师之外，卷宗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幼儿园老师其实是蛮站在那个单亲妈妈的立场讲话，就是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可是他们就是拒绝受访，所以采访就是一定会有被拒访的时候，也不要太灰心。然后还有就是卷宗里面还有他的律师建议我去采访小吃店员工跟他之前为雇主，但我不晓得他的雇主对他印象怎样，但是就是全部都先试试看。那我也没有他们的电话，只有大概的位置跟地址，所以就去赌，但还好是成功了。好，采访之后呢，大概整理到的就是他的故事，这有点复杂。大概就是说，这个我用一个化名叫做小颖。小颖她案发的时候还只有29岁，差一点才满30岁，但她很年轻就当单亲妈妈。她的家庭背景比较就是辛苦一点，因为她亲生父亲会家暴，所以还好后来就是离婚了。坏的继父对她非常好，但她就是小时候就常看到她亲生父亲就是会打他妈妈啊、哥哥之类的，就是其实他是在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他的学历也不是很高，高中毕业，然后读大学，读一年级之后他就休学了，因为对他来讲就是学费太贵，一年10万，他从高中开始就学贷。那这些资讯其实都是在卷宗里面都有，就是讲他的财务状况的时候写到他一些就是学贷，包括他才读到大一就欠了快30万的学贷，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决定不读的原因，他就觉得他可能还不出来，就干脆不要去念。那还有就是他就休学找工作，然后就怀孕，所以21岁就当妈妈，其实蛮意外的。然后当妈妈之后，他前夫好像也就是他那时候的先生也都很少，他是住娘家，他们两个一直没有住在一起，前夫也比较少照顾小孩，就变得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在顾小孩。然后第一胎、第二胎，等于说到案发为止的8年期间，他几乎都是处于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的状况。案发前2-3年，他就发觉忧郁症的症状，就去就诊。那一直到案发前3个月，他前半年吧，他的忧郁症已经变重度忧郁症。这个也是在卷宗里面看到的资料。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的忧郁症，然后加上他那时候换工作失业，经济压力又更大了。然后还有我觉得有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卷宗里面有写到他有智力边缘障碍。那我那时候也想说这个到底要不要放进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至少我完全没听过。我只知道说人的智力平均就是100，那70以下的就是智能障碍。
但是我做这个题目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70到90之间，它是有个专有名词叫智力边缘障碍。然后日本有一本书叫做《不会切蛋糕的少年》，它内容就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他观察了一些少年犯之后，就发现他们里面有非常惊人的高的比例，大概50%左右吧，是属于这些就是智力边缘障碍，他们的智力介于70到90之间，就是他们还没有到智力障碍，但是他们不管是学习状况或是遇到事情的反应都没有一般人那么快。有点题外话，后来我发现除了这个案子，还蛮多重大刑案的被告都是智能边缘障碍，就是还蛮惊讶的。我后来会把那个放进来，就是因为他们包括其实小颖的他在接受鉴定的时候那个报告里面写说他遇到事情的反应就是不太会转弯，然后比较冲动，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事情的判断。好，那再讲到说刚刚再补一下说采访到那个小吃店老板跟美发院老板，那个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事，就是他是我可以突破卷宗里面一些就是法官觉得在指责被告觉得说他其实没有那么穷，或是他什么懒散不工作的。那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有一天因为我很担心被拒绝，所以我就一直很犹豫，但有一天真的没办法，我就鼓起勇气就搭公车，然后到五股，然后就找到那家小吃店。那我还是在门外就是纠结了非常久，后来是鼓起勇气，我就假装去吃东西，吃一吃之后我就看人走了，比较就是客人都走了之后，我就跟那个店员说请问你们知道谁是谁，然后店员就说知道，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就跟他讲我的身份，然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报道。哦，待会会提到就是取得受访者的信任非常重要，即使只是测访，就是要跟他诚心讲说，诚心诚意的表达说我们是善意的，那也不会曲解你的话，然后那个他们才答应。那刚好那个员工就是一对小夫妻，他们都认识这个小颖，他们就跟我讲说根本不像媒体上讲的说什么他都不带小孩也不疼爱小孩，什么都放着不管，他说他常常带两个小孩来吃饭，然后看起来小孩跟他感情都很好，很依赖他。然后当然小颖就是有时候到后期案发前几个月他看起来情绪比较不稳定，但是之前长期以来就是他之前的个性不是这样，跟小孩关系都很好。然后有个店员还跟我讲的还蛮有意思，他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说他讲到小颖有时候脾气比较不好会骂小孩，他怕我误会，他也强调说可是那两个小孩看起来非常天真无邪很活泼，不是那种会看人家脸色的。然后就很讲白，就是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就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个小孩是长期被在不好的环境之下被不好的对待的话，不会那么白目，不会那么白目，常常惹就是偶尔会惹妈妈生气，他想要传达的是这个。那我觉得就蛮好，就把它放进来。然后他有讲到说就是他带他们去吃东西，一开始还好都会点一些小菜啊什么的，但到后期的时候常常就是甚至就是点简单的东西，然后小孩说想要吃豆干啊什么的，卤蛋什么的，妈妈也都说今天先不要吃。然后甚至有一次看到他们就是那个小颖就一个人点一碗面，然后三个人吃，所以就可以知道说他确实经济状况其实是非常拮据的，并不像法官讲的说他没有那么严重。然后采访到小吃院员工之后，我又去美容院，也是我都是鼓起勇气在外面徘徊了很久，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说自己好像不敢去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因为连我当记者那么久，我每次要去困难的采访的时候，我都还是会非常紧张，然后犹豫很久，但总之我还是踏进那个美容院，然后就也是跟老板，而且我还记得我在那边徘徊超久，一直在观察。然后进去之后，那个人就说他就是老板，然后后来发现也没有我想象中困难，因为他一口就答应了，然后就开始跟我聊。他其实就是脸色也蛮沉重，也没有讲太多，但他大概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说小颖他并不像大家讲的说什么懒散什么，他说他
在那边工作一年多，其实都还蛮积极的，有时候还会帮忙同事。是到了后期，他忧郁症比较严重，才开始就是状况比较不好。然后第二个，他也是讲到一样的，就是后期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一样，就是他就说有一次就念说，你怎么为什么一个人只买一个便当，三个人吃，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就听到这边也该可以知道说，确实他的经济状况真的是非常差。好，那为什么我要那么强调经济状况呢？就是因为法官不断在判决书讲说他只是一时的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要去证明，其实一切都是为了辩证，就是辩证，不管是社会的刻板印象，或是跟你想要去反驳的，包括判决书里的话，这个大概是报道的，报道的内容，其实大家也都抓紧这几个核心。那是为了想要反驳法官的，因为法官在判决书里面有讲到说，他说就是看信用卡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那时候我看到他鉴定报告是完全不同的说法。法官是说信用卡没有迟交呢，只表示他经济状况没有那么糟，根本没有必要走上绝路，就是用非常否定的看法。但其实呢，医院里面的鉴定报告它是完全一样的事实，它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解读。他我记得他报告里面是说，即使他经济状况已经那么糟了，他还是没有养成随便刷卡挥霍的习性。这就蛮可怕，就是明明同一个事实，可是法官看到的点跟医生看到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我非常生气，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篇幅去解释他经济状况确实很不好，并不是他想的说，我觉得有点法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了。包括说他后期已经因为中度忧郁症他没有办法工作，然后可是他又要继续在养小，因为小孩就是要各种的费用，一个人要两个，而且他后期他前夫一开始有给他每个月2万到15000元，越来越少，到后期是几乎完全没有给钱的。那你们可以想象他在美容院收入一个月只有23000，他要养两个小孩，要缴幼儿园的各种费用，然后要交小孩的三餐，还有房租大概一个月要1万多，就是那个压力，就连我想的都很恐怖。为什么觉得法官又觉得还好？然后可能法官也没有办法理解说，一个单亲妈妈她带着两个小孩那种，她根本没有办法去找一个正常比较高收入的工作。到了后来我全部采访完之后，我当然是觉得愤愤不平，想要帮小颖说话。但是我们面临到一个困难，一开始我写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意识到，就是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样不对，就是我完全是一面之词。虽然我知道，我相信我采访到的是事实，可是毕竟我听到的都是小颖的说法，或是卷宗里面的。那卷宗里面当然也有他前夫或者他哥哥嫂嫂的说法，可是是比较少的。那可是在这个案子里面呢，他的前夫跟他哥哥嫂嫂也都是受害者。好，大概讲一下，就是他前夫刚刚有讲过，就是结婚之后其实几乎一年回家就是带看小孩不到5次，几乎都是小颖一个人在带小孩，然后包括说小孩生病啊什么什么的。有一次最惨的状况是小颖的哥哥自杀，然后他去医院顾他哥哥，然后变成说他大女儿才8岁，要带6岁的弟弟回，就是接他下课，等于他几乎就是完全是没有帮手的状况之下。还有，但小孩被杀死了，前夫当然也是受害者。所以，对，怎么跳到这边？好，就是他前夫的状况是这样子。然后他哥哥嫂嫂呢，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是他跟嫂嫂一直不断的吵架，然后最后变成两个人，就是后来就是三个人住在一起，但是身上有冲突。那后来嫂嫂就是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辞去刺激他。等于说有点是间接的让他就是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原因。可是如果这样子写出来，对他就是嫂嫂也不是很公平，因为我没有问过他嫂嫂的意见，他嫂嫂我也不可能去问到，所以那时候就犹豫要怎么写。后来这个也是大家就是在写到一些争议案件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换位思考。
我一开始就是知道整个状况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前夫非常可恶，那我也觉得他哥哥嫂嫂，对于他嫂嫂怎么会这样子？可是我就想说，他嫂嫂那时候怎么换位思考呢？因为他嫂嫂那时候自己也是生了两个小孩，所以小孩也都很小。那你想想看，就是一家三个大人，四个小孩挤在一个二三十平的空间里面，一定是不断的争吵。然后小颖她又是有点日夜颠倒，然后而且她的后期是没有办法顾小孩，她嫂嫂其实帮了很多的忙，所以其实一家那几就是三个大人都成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高压的状态之下。那时候没有任何人的情绪是可以正常的，她嫂嫂应该也是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你要去站在试着站在另外一方的你不认同的那一方的角度去想想看，她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前夫我后来写得很小心，但是后来就是报道出来之后，有些读者还是会谴责前夫，但是我也没有去多解释，就是我自己当然会觉得前夫是比较不负责任的。可是再回头说到我没有办法采访到他前夫，而且他前夫毕竟也是受害者，因为那两个小孩也是他的小孩，所以我没有采访到之下只能尽量的持平，就是不要任何去苛责任何一方，就是用词要比较小心一点。简单讲，就是不要去妖魔化另外一方，就是你为了你不是那么认同的那一方，因为如果没有采访到他们的话，会比较不公平。那尤其这是敏感的议题，那就是要提醒，对，如果我去不严厉的谴责他的前夫或者是他嫂嫂的话，其实会让原本就是相信他前夫跟嫂嫂说法的人会去，因为人都不喜欢被反驳或是被谴责，他会其实本能性的去否定，然后去反感。那我想要达到说服大家的目的，可能就做不到了。所以我自己是避免在报道里面就是过度的，就是让对立升高的可能性，我都会尽量避免。因为我们都是同时手边有就是几个题目在做，所以这样可能不太准。我大概决定要做的时候好像是那一年的三四月，但是后来就是做了当中过程当中我自己就确诊，因为那时候疫情，所以确诊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去监所去看守所看他。然后等我去好了之后呢，他依照看守所的规定，我又不能去看他只有前一个月是可以接见，就是移监的前一个月。那时候本来从看守所移到龙潭女子监狱的时候，前一个月是可以看，后来就不行了。然后也可以寄信，所以我确诊的时候是用寄信的方式，但后来寄信也不行，所以后来就尽量在就像说去采访小吃店那一些，就是尽量从旁边去补足，还有一些就是专家学者，就会想要知道说他们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案件可以切入的点很多，包括就是那种社会大众对于所谓母职的那种既定印象，觉得妈妈就是要负责一切，要承受一切，就给予母职太高的一个期许跟压力。还有就是担心妈妈就你一个人独立育儿，然后还有就你又是经济上的弱势的话，那种经济压力呀，还有忧郁症的问题也是没有被看见，就忧郁症会影响到他。像刚刚就是这个先生讲说，法官就是刚才我讲到说法官他们对忧郁症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很理解，就是说忧郁症他就是你不能看他行凶当下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干嘛，他当然知道他在杀小孩，可是为什么他会那么绝望？因为我觉得除了经济真的是有压力之外，他忧郁症已经让他就是会，就不知道大家对忧郁症理解，他会影响到你对人事物的，就他等于戴了一个灰色的眼镜去看世界，你看到了什么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当然经济状况已经很不好，可是再加上忧郁症，他就会觉得更没有希望，所以他会觉得我完全走投无路之下，他才会决定要做出就是把小孩杀了。因为他有讲到说他之前也曾经去上网 Google 寄养家庭，但是一个小孩就一个月要2万多块，那两个小孩就是4、5万，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而且他的小孩你说送人家领养的，其实很现实的，就是一个6岁一个8岁，就是其实这种其实不是那么好找到
就是领养了爸妈，除非你把他们送到国外。所以他其实也不是没有考量，只是各种状况，然后再加上忧郁症。所以刚才有提到忧郁症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智能边缘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讨论的。所以后期就是到后来比较是在分析各种这里面，我觉得看他可以探讨一点之后，继续采访一些专家的学者。那当然就是要找到可以讲得好，然后懂得这些点的学者，所以会花一些时间在这部分。然后出来之后，你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的反应吗？就是反应都还蛮好，但是我都会去看读者的留言，因为就是我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还是看一下会不会有不同声音。但就这篇还好的是，只有极少数的看起来好像是认识他嫂嫂的人去讲说真相根本就不是那样。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讲，那已经算非常非常少，就大部分人都还蛮震惊，原来事情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我应该是有达到我想要就是改变大家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就是把另外一面的真相告诉大家的目的。那比较遗憾的是，我开始在做的时候，这个案子已经三审定验了。但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律师愿意受访的原因，因为刚刚讲到说，通常如果还在司法案件进行中，律师是就是侦查不公开，他们不能够对外透露，他们也很怕受访之后法官不爽，然后就判得更重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反而倒是因为已经定验，就是真的是没有希望。他们觉得媒体是最后一个可以试的方法，或者是他们讲出来也无所谓，不用担心了。那时候本来李彦荣律师他有想到就是帮他申请释宪，因为他一审死刑，然后二审无期徒刑，那就是感觉好像法官也觉得说，我都已经让你免除死刑无期徒刑，你为什么还要再上诉？所以到三审就还是一样无期徒刑定验。所以那时候李彦荣律师想要帮他申请就是释宪，但是后来报道出来之后，好像他有去递释宪申请书，但是就被驳回。所以其实这个案件还蛮难过，就是他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无期徒刑也不是大家想想就是其实很快就可以出来，因为他的假释门槛是25年，25年是门槛，但是就是就目前的一般的状况是通常要关30年才可以假释。那30年，就小颖进去的时候是30岁，就已经60岁，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想要，我没有特别琢磨，但是最后一段就是搞最后一段，我用这个来做结，就是会想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他也不可能再犯啊。然后他，你说因报吗？他自己因报理论，就是说我杀了谁，就是得到那个，就是对方怎么样，就是我要那个。但他杀了是他自己的小孩，最痛苦的是他。然后他。还有就是他出来60岁，他在他最有工作能力的时候都关在监牢里面，他出来的时候变成他已经没有任何工作能力了，这时候才出来，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就会觉得刑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还蛮难过的，就是这样子。通常第一段都会是最难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纠结太在一开头的时候，我就什么也做不了，然后这样好几天，然后就很像地狱一样。所以就是跟大家建议，如果你写不出来第一段就直接放弃，你就先写第二，真的第二段第三段，因为最难的就是开头跟结尾，你就先写别的，你就不要再纠结第一段，不然真的太痛苦了。然后等到某个时候待会会讲到，你就会有灵感了。那如果还反正你就一开始先随便乱写。哎，我有在之前在追踪一个作家啊，完蛋了，我在忘他叫什么名字。但反正他有一篇文章在，但就是大家蛮传了蛮多，就是说你就写就对，虽然写的都是废话或是什么什么一些白痴，你只要有字出来就好了。有字出来，然后呢，就是先写完，然后后来再修，因为稿子都是修出来，你就一再的修就好了。首先就是你要完成初稿是最困难。那像包括我自己，就是比较完美主义个性，就会觉得一稿要写得非常完美。所以就一稿就很难生，其实真的不要想太多，就是写一堆废话或是很烂很烂的东西都没有关系，后来再修。但是回到说，对，一开始开头确实是要比较吸睛，可是也不能够用太主观的。我就通常的方式，我就是
真的写不出来，我会去找逐字稿里面他最打动我的哪几段话，因为他会吸引我的话，一定也可以吸引一般读者。不好意思，我都就是刚好选到比较悲伤的，但是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有感的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很巧也是一个女生，她在29岁的时候她就自杀了。她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她遇到诈骗集团。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就会做这些题目，也是就觉得还蛮震惊的，因为那几年大家就是感觉诈骗在台湾一直都是问题，但是好像没有好好的被去探讨。然后前几年开始有比较严重的新闻出来，我会就是会让我想做这个题目，一个是他的自杀案件，然后另外一个是刚好大概就差不多那一两年，就是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就是一个蛮年轻的保全，他也是被诈骗，然后房子都被骗走了之后，他也是自杀了。所以就会觉得这个问题还蛮严重，它不是大家想的说，就是说你就被骗了几十万几百万，那也就没有到，它也不是什么杀人或是什么抢劫之类非常严重的那种犯罪。所以那时候做这个题目是会想要提醒社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希望大家用比较正式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好，我都直接用我的稿子里面的前言来大概介绍这个故事。他就是刚刚有讲过，就是他在他生日隔天就自杀了。好，那这个是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是我一开始还做的时候我就蛮明确的，还不是到采访之后，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蛮明确定义我这篇报道的目的，除了写他的故事之外，我可以希望破除就是社会当中对于诈骗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就是贪啊、懒啊、笨啊，就是常常可以看到的那些刻板印象。那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先打破这个刻板印象，诈骗案才比较可以被理解。那为什么我会觉得真正的理解诈骗案很重要呢？就是这个报道是4年前，那时候大家对于不管是政府或是媒体，甚至包括学界，就是不管哪个领域，大家对诈骗案的，我就感觉重视程度没有那么的高。即使在媒体，它好像就是一般零星的一些社会线的记者会写，那或是司法线，那写的就是一则一则，看起来都是很非常零碎的，可是好像没有比较就是好好探讨诈骗这个现象的报道。甚至包括学界，如果想要找一些相关的一些学术文章，或是包括说那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讨论，好像也比较难找。那政府单位那时候更不用讲，那现在这几年是比较有一些，就是非常的积极，但4年前那时候其实诈骗这个问题已经10-20年了，可是好像还是没有看到他在政府部门说到应该有了重视。所以我想要破除那个贪婪笨的刻板印象。那刚好确实也不能说刚好，因为确实这很多受害者都不是那样子的状况。好，这个受害者呢，他叫许如君，他爸爸同意我用他的本名，因为他后来有改过名字，那他爸爸觉得用本名可以，那我就用他的本名。他就是台科大毕业，就从小还蛮会念书的，室内设计系，然后毕业之后考上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但他一开始起薪只有25,000，所以他就决定到澳洲去打工。就做各种工作还蛮辛苦，但是3-4年之间他就存到1-2百万。然后存完之后他就回台湾，他就非常积极的，他就去学物美，然后物美就是很认真的去学，然后还得奖，然后就开自己开物美工作室，就是一年可以赚到90万，就还蛮厉害的。那他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努力、非常积极的人。他除了这些之外，他除了学物美，他又去上什么芳疗课程、房地产投资，还有房地产课程，还有各种投资。那为什么就是他那么辛苦、那么努力呢？因为他一直有个梦想，就是
他希望可以买一个房子来收租，他就有被动收入。他是跟家人一起住，但是他就想说他可以就是有个被动收入，这是他大概他的状况。所以看了他的档案就之后发现他完全不是懒嘛，笨也不至于啊，就是台科大毕业。算，而且这个笨这个我觉得更荒谬，是因为很多学者或是不是很多，就有些被诈骗的对象是学者或是医师，甚至就我所知这个案子里面有律师被骗。所以对对，然后讲到说因为他非常积极的想要学投资，他就参加各种课程，然后他也确实做了一些投资，可是呢他就不断的被骗。包括说他去上房地产课程，然后那个老师叫王派红，他就想说就是叫大家组团什么的，有一些投资方案。那还好那时候他一开始没有被骗，后来呢那个王派红就不要看，他就被爆一两年后他被爆吸金20亿。就前阵子那个报道者有一篇那个报道就在写王派红的故事，他真的很神奇，他逃到一个不知道什么一个小岛，就是那种就是刑罚自由，不用被关，不用被关那个小岛。就对，我没有看仔细，我没有看详细，我只看到标题，就是他们有在追踪王派红。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他那时候是非常有名的房地产课程的投资专家，然后大家就非常吹捧。那他差点被骗。然后第二个呢，他有投资一个叫超级黄金币，大家应该都可以大概理解吧，因为这几年就是每个人都很想要，包括就是大学老师都会想说是要去学投资，其实就是有投资热，只是刚好他投资的东西都后来都有一些问题，他也是被骗了20000美元。那个案子呢后来是报还好，就是吸金7亿。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一篇报道的案子，就是要法尼投资公司。他投资什么呢？就一个叫以太币的加密货币，没有比特币那么，算是第二名，就比特币是第二，就是以太币。然后它是一个挖矿的公司。那最后才发现，它就是所谓的庞氏骗局，传统用语叫老鼠会。反正就它一共吸金18亿。好，再讲它。那讲到刚刚就是小那个许如君的故事之后，然后来讲到说法尼这个案子呢，他受害者有2000多人，吸金18亿。那就是一般人如果不是很了解，包括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说当事人是不是太大意了。那我就去采访，包括说请就是这个案子的律师去介绍，因为不然他们不太会受访。就许如君，我当然不可能，就是我是采访他爸爸，然后后来有请律师介绍其他几个法尼的受害者，大概就是这篇报道就是大概就是描述一下那几个受害者的状况。那再问受害者就他们怎么投资，大概勾勒出整个那个诈骗过程的样貌。他是做就是挖以太币的矿场，然后那个矿场呢真的是有那个，你还可以，他是真的有办公，就是有厂的，他在龙潭。然后它一共有4座，从1座、2座、3座，规模越来越大，盖了4座矿场。然后呢，它厉害的是说，它不是那种什么不透明的，你真的可以去看。甚至如果你不住在桃园，它像有些投资在台中，我有个受访者，他就在台中，他就说呢，法尼公司就是让你，他每个月都会鼓励投资人去矿场看，然后他们就会包游览车带你参观，从台中开到龙潭，带你参观他们的矿场。然后参观完之后呢，还可以去吃东西。然后那法尼的事业做得很大，他不只投资这个，他有投资餐饮，像咖啡店啊、火锅店。参观完就去他们的火锅店吃饭，所以是不是一个非常可以信赖的一间大公司？但这还他们还说要上市，也很就是真的很厉害的是，他们说要上市之后呢，他们投资人还收到一个单子，就是说以后你们收到的红利呢都要先扣除6%的缴税，因为以后公司要上市。然后就是真的不要觉得他那投资人很笨，那个台中的那个受害者就跟我说，他也知道，他也担心是诈骗，所以他非常非常小心，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去看，然后看矿场都没有问题。然后有一次他就觉得说他要更谨慎，他就决定去一台，因为矿场很大嘛，4座
你有无数的电脑，他决定就是去找自己那台电脑，因为他们每一台电脑都会上面写说投资人是谁，好像就是一台是就是一个单位150,000，反正他就是投资一些，他就想说好，那我就真的去找我的那台电脑，结果真的就找到了，就真的核对全部都是真的，所以他们不是像大家想的说很瞎，他是真的非常非常细腻。好，然后对，手法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的配息状况呢，就是你一年一定要一年才能够拿回来，如果一年内你要就是不投资的话，你只能取回本金，但没有任何的利息。那如果满一年的话，一年每个月可以有3%，月领3%，那年领就是50%。那大家会觉得说，就是看起来就是诈骗，但是呢，我大概就是有去查一下，那时候因为他投资的是加密货币，刚好那两年呢，比特币它从不到1000美元。涨了10几倍，涨到10,000多美元，短短2年。然后他们的以太币好像是从800还是多，反正就是也涨了，涨幅超过比特币，涨得更多。总之，不管是比特币或是以太币，涨幅都是10几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一年50%的获利，以加密货币来讲，真的不算多，甚至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就是如果用这个去判断，觉得他们很笨或是贪心，我觉得也都不是很公道，因为50%获利的加密货币，因为加密货币风险很高，所以50%真的不算高的获利。那除了这个除了刚刚那些，就是包括受访者的轮廓，还有法尼的诈骗手法之外，这篇我会比较稍微另外的偏重，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因为。如果不是对这个时代背景没有理解的话，会觉得说为什么许如君他一年已经可以物美到50，就是赚到90万了，他还要不断的去投资。那如果没有去把时代背景讲出来的话，可能大家也都不是那么理解，所以我会用一些篇幅去刻画那个时代背景。那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包括现在也是一样，那个背景是怎么样呢？就是从金融海啸之后，就各国就全球都不断的 QE 嘛，所以就有各种资金狂潮就推的不断，不管是从股市啊、房市或者到加密货币，全部都狂飙。那狂飙之下呢，诈骗跟吸金也都横行。就是为什么这几年诈骗案件会那么多？其实就是当然，司法单位有他们，或是说金管会什么，当然是要负责任。可是其实，这几年其实全球都有诈骗的现象，其实它的背景就是因为热钱真的太多，然后大家都很想投资，因为你看到别人赚那么多，你会觉得有焦虑感，觉得自己如果不投资就变成输家，所以就是全球诈骗案件会增加，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就是投资，那就会有诈，从中就会有人有歪念头，就是诈骗。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刚刚讲到房市狂飙，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当代年轻人都会最大的焦虑来源吧。那许如君也是，就是感觉他就是非常明显的金钱焦虑，他就不断跟他爸爸说，我要怎么样赶快去赚到钱买房子，我才可以财务自由啊，才可以有被动收入。就我想要写出那种当代年轻人那种金钱焦虑，然后这种金钱焦虑怎么样，就是可能促使他们在财务知识不是那么充足，然后又涉世未深的情况之下，就可能就变成韭菜，或是被遇到诈骗。还有里面讲到那个红原吸金案，这个故事还蛮感慨的，就是说许如君他是被骗，然后我才知道，我是采访他爸爸，他爸爸后来才跟我说，30年前他也被骗过，那时候他被骗30万。那时候30年前30万非常非常大，所以那红原投资案可能大家去 Google 可以知道，那个就是当年是史上最大的诈骗吸金案件，然后其实有点就是很多人跳楼自杀，然后台湾社会非常非常震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庞氏骗局跟吸金。好，然后那个背景也是，那是
股，记得是股市，也是台湾第一次就是12000点前一次的泡沫破裂之前，其实几乎都是非常非常雷同的热钱，然后股市创新高，然后就会有各种诈骗，大概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好，刚刚讲了那么多呢，然后采访完之后，对，刚刚有些已经有回答到，就是现在要讲写稿的部分。因为故事您尤其是专题，可能你采访到的资讯会非常非常庞大，这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就是真的是要大力的删，就是不断的大量删减，就像一棵树，它可能会有就是主干跟枝干跟那种不歪七扭八的杂枝，你只需要留下主干跟一些重要枝干，那其他这跟主题不那么相关的，你就要全部就是你要大胆的删掉，不然整个稿子就会看不到焦点，然后资讯会太多。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刚刚先确立好你的问题意识，你想要报道，你想要呈现什么，你想要表达什么，你想要反驳什么，就是你要不断的记得这个写稿的时候会扣紧这个，就不要去开花。那像刚刚讲到许如君的那个故事的话，我的轴心就是我要破除这个刻板印象，所以我就用受害者的故事跟诈骗手法的非常非常细腻，从这边来去破除刻板印象。那另外我想要我的目的就是想要呈现的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刚刚有讲过。那第三个，其实这几个都有点相关啦，就是我想要讨论，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个人问题还是系统性问题，所以我必须交代那个时代背景，所以看起来就是当然个人有就是一定要负他一些责任，但是诈骗绝对不是个人要负最大责任，就是应该说他的系统性的问题更大。然后再来讲到，对，接下来就是讲到一些，就是第三个案子，我想说有时间再讲，没有时间就没有关系，就讲到刚刚那两个案子综合下来。好，采访前这个其实都是我自己一些心得的分享，那我会觉得蛮有趣，就有一些是我自己完全就是从经验当中得来的，就是之前学校其实不见得有教，那但是就是不断的累积，然后有一些想法我就会记下来。第一个就是搜集大量的资料，不管不只是同一个事件，你要包括相关议题的报道跟讨论。然后为什么要需要搜集相关议题的报道跟讨论呢？可以让你就是真的深入去理解这个议题，理解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视野更拉高，就是避免见树不见林。像刚刚讲的虚拟的梦，如果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背景，包括那种资金狂潮啊、诈骗横行跟那种金钱焦虑，你没有这个意识到的话，你可能就写出来会比较没有那个力道。那个债务流沙，待会有时间再讲。大概就是说，写的时候尽量把你自己，就是你对议题的理解越深，你可以从越高的视野来看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采访之前你要想问题，然后想问题这个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就我自己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其实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想，可是那个想的不是说你坐在桌子前面就可以想出来，就是我可能在采访前一两天或者好几天，我就开始没事就是想说要问什么问题，那有时候它就会在你不断日常生活中，你突然就想到的时候会灵光一闪，所以就最好不要前一天才去想问题，就是那几天你都让自己不断去想，因为想问题其实跟写稿一样，也是需要灵感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比较是人物采访的部分，专题报道还好，人物采访就是你会设想这个人，你会有他的一些你某一些特质什么，你会有自己一个心理的一个版本，但是呢很容易他其实会采访之后发现原来不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设想各种不同的状况，各种不同的版本，不然的话呢，如果你是只想一个版本，然后问他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不是这样，你就很尴尬，因为你完全就问不出来，你就会当场卡住。所以就是想问题其实要不断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各种问题你都要去尽量的去想出来，然后去凑个版本，就凑各种版本，然后不断的沙盘推演，免得采访的时候就很尴尬，然后就愣在那边不知所措。
然后还有取得受访者的信任，这个刚刚有讲。我自己想到取得受访者信任，有一个小小的可以分享，就是说，如果我去采访名人的话，当然就会穿得稍微正常一点。但是如果我去采访的是一般比较基层的民众的话，我会穿得比较朴素一点，尤其是可能经济状况越不好的，越就没有那么好的，我会尽量就是穿的就是很平时，不要让他们觉得有距离感，因为他们对你有距离感的话，就会没有办法放松，也不容易信任你，他会觉得你跟他是不同国的人。好，那讲到采访小诀窍，这完全就是我自己心得分享，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讲的原因是，我是摸索了十几年才发现，所以以前采访中犯了很多错，都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小细节的重要性，包括说我们选采访地点的时候，其实尽量最好避免人来人往的空间，因为这样人来人往的话，受访者很容易分心，因为他会就是不断的看嘛，而且人多的时候，其实人是不很难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那采访的前提就是你要尽可能让受访者放松，他放松了，他才能够跟你讲真心话。除非你访问的是名人嘛，名人他当然就是你就是岂不就是高手过，不能说我是高手，就是两个人过招，他不见得要放松，你只要趁他不注意去问一个犀利问题就好。可是除了名人，或是你要去接臂，就是戳破对方，就不管是官员啊，或是大老板什么这种极端的状况之外，大部分的采访其实都是要让受访者越放松越好，因为他越放松，越没有防备，越会跟你讲真心话。好，这个前提之下，怎么样让受访者放松呢？其实就是连桌椅你都要注意。这个我自己这一两年才发现，就是我们采访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我们考量到说，不管是录影或是拍照影像的问题，所以可能会例如说面对面或是怎么样，或是甚至坐高脚椅，拍起来会比较漂亮。那我以前也就是照着摄影的安排，或是就是拍影音同事安排照着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悲剧，就是仿了超尴尬，尤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高脚椅那个超可怕，就是影音呢，他为了就是拍起来很漂亮，就很像电视上我们看到的那种就是人物专访的对谈，就安排两个很漂亮的高脚椅，然后我跟受访者坐着面对面，那高脚椅其实本来就是你又不是去酒吧，就本来就是很容易让人家没有办法完全放松，然后你又面对面，然后中间没有任何的桌子什么的，其实那整个气氛是非常僵的，然后那个采访真的是就是惨到一个不行，就是对方从头到尾都处于那种高度戒备的状况之下，那他越讲不出，他越没有讲什么东西，我就更焦虑，就变成我们彼此都非常非常焦虑，就非常尴尬，就很不愉快的结束了。不愉快不是说双方生气，而是我没有问到我想要的，他也会觉得我为什么一直要追问，那我追问是因为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问到我要的东西，反正就极度的尴尬，所以千万避免高脚椅，就最好是越舒服的椅子越好。然后呢，我后来发现就是如果两个椅子中间有一个小桌子，任何东西都好，小桌大都好，就是有一个可以稍微隔开，让有一种缓冲感的，我自己会比较放松。那我自己放松，所以我想说，我都觉得放松，那我受访者应该也会觉得放松吧。所以我在猜，那应该可以让彼此比较放松的状态。这本来只是我自己猜想，但后来我在有一次在看，我忘了是什么一个，反正有一个，我不是实验吗？还是反正我忘了，反正就是有人有类似一样的一个蛮权威的观点，就是跟我的就是讲的是一样，就是你在采访的时候不会或是諮商什么任何的，中间有一个小桌子或者任何东西，可以让彼此不会那么的尴尬。然后还有就是气氛会感染，这个我以前不知道，是有一本书叫什么什么 FBI 教你怎么样，反正就是对谈判的， 对我才知道说，就是你的呼吸，包括你的呼吸的速度都会影响，就是那些会互相感染的。所以你要让受访者放松，首先你自己要放松，你呼吸放慢，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讲话问问题要慢。不过这个知易行难，因为包括我自己到现在，
我常常就是采访的时候还是会很急，然后有时候听自己那个采访录音，就常常被自己气死。就是那有时候受访之后都已经要跟你讲他想讲的，然后你就很急的打断他，然后我就问，就他就没讲了。对，所以知易行难，就是你要不断提醒自己放慢放慢放慢，然后不要急着打岔。除非受访者就是那种，就是你问他 A， 他会讲到 B C D F 那种，就是无限的扩大那种，不然不要随便打断他。然后就算打断他，就是你尽量讲话越慢越好，他会感觉到放松，他也比较愿意跟你讲。然后讲话慢也会比较有说服力。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是咨商师或是精神科医师，他们讲话都会比较慢一点。就想象自己是在心理咨商，讲话慢。好，第二就是说，就真的做到以上之后，你还是觉得就是问的采访的超烂的，怎么办呢？这还是常常会容易面临到，就是彼此都紧张，或是受访者真的很难放松。就你问得很不顺的时候，就赶快你就暂停，就说喝个水，或者说我去一下洗手间，就是你去改变一下那个气氛。甚至你真的问不出来的时候，就换一个空间。就像有一次，我好像觉得就是也是就是被安排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然后大概访了快一个小时，我发现很不对，就是受访者完全是惊的状态，我才说你们办公室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去，然后才换到一个密闭式的一个就是类似会议室之类的气氛，就是那个紧张的状态才好一点。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换一个地方，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今天状况非常不对的话。还有这个也是经验，就是经验分享，我发现有个比就是正式采访更好的时机，就是采访完你就找个借口跟受访者一起走路，甚至一起搭车或者什么的，各种就是你们离开正式采访空间的机会。因为这个一开始在采访之前也没有用，因为他跟你不认识，他不了解你们，也没有一些互动，所以这个在你们已经有一些互动采访结束之后是最好用的。就结束之后呢，最好是走路，因为人在走路的时候啊，他已经离开了刚刚那个受访的状态，所以他整个人其实是放松的。然后甚至坐车也是，就有一次我问有个采访，也是那个受访者也是在就是我们一起搭车的时候，车上光线又比较暗，就光线也是一个问题，光线暗的时候他就更放松，然后就跟我讲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我其实还蛮重要的他的心理状态。所以就是反正各种一对一正式采访之外的放松的机会，但有时候也会跟受访者喝酒啊什么什么，甚至以前我连抽烟都试过，就是真的有效。就是去采访有一些角头的时候，对，因为我有时候需要采访一些流氓或者角头，你就是抽烟，但是而且抽烟有个技巧是你不要，还好我会抽烟，你抽自己的烟就是不如你用就是抽对方的烟，尤其对方的烟比你的烟便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自己拿出自己名贵的烟。我那时候就是抽那个南部有很多叫白牌烟，一包好像才35块，就超便宜，但当然就是不合法，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就只能抽那种烟，然后你一跟他们抽一样的烟的时候，他就真的就把你当兄弟，就非常就也是自己人。除了嚼槟榔之外，有抽烟喝酒我也都试过，不过这是比较特殊状态。那一般来讲就是一起走路，边走慢慢走边聊是一个最容易的机会。还有就是如果就还是问不出来怎么办，我发现就是另外一种补救的方式就是电话采访。这不是每个人都适用，所以还是要看受访的状况，因为有些人是在面对面访的时候他会比较放松，比较愿意跟你讲真心话，可是有些人不是，他反而是电话里面你们没有彼此就是看到眼的时候他会比较放松，所以这不一定。但是如果你真的面访很失败，你可以再试试看电话采访，也是要慢慢聊，有时候会聊出你当面采访的时候没有问到的东西。那电话采访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就发现晚上约晚上访会比约白天的效果还好。这其实也是回到刚刚的那些一样的道理，就是白天的时候人的心态，就是不管你是学生或是社会人士，就是你不是在上课就是在上班，就是白天人其实处于一种
我在上工的警戒状态，而且会有不断的各种杂事跑进来，所以他其实是无法放松的，他也不会跟你讲，也不可能，不太可能跟你掏心掏肺的讲他心里话。但晚上人的那个情绪，不管是光线或是心态，就是处于完全比白天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晚上是比较可能问到你想问他真的内心里的想法的时候是比较好的方式，他比较不会那么戒备。然后但是你要约的时间一定要够，如果你觉得要半个小时，其实几乎很难问到什么就是很内心的东西，大概最好跟他说，我大概都说40分钟到一个小时，但然后对方他就也知道说他不能够排一个小时，通常他们就会排至少一个半小时，那我当然就会问饱问满。但反正呢，就是你让他有一个充足的，就是让他知道这个要花比较花时间，不要让他在例如说跟他约8点，你不要让他就是在9点又排另外一个事情，这样他会心里会觉得我等一下有事情，他就不无法放松，所以就还是会一个警戒状态或戒备状态，就是尽量约充足一点的时间。好，早年一开始刚出道嘛，就一开始写人物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对这个人一些想象，但后来发现其实那个想象不一定是对的，或是只对了一半，所以后来我会越写越谨慎，就是后来几乎就是只尽量只用我非常确定的他讲的话去呈现，那尽量避免我自己的诠释或是太多，甚至早年我可以自己都会有一些脑补，但后来看到就觉得很尴尬，真的是早年真的就是非常对人不够理解，所以其实就是越防反而会越小心，因为你可能知道人有很多面，然后你看到只是他其中一面，所以尽量避免就是去用太武断的句子，甚至就讲个题外话，就是包括其实逐字稿也是这样，我自己整理逐字稿的时候有时候发现原来他讲的意思跟我一开始意会到的意思不一样，就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沟通其实真的很容易出错，所以就真的是写得越谨慎越好。那受访者当然有可能觉得你写他不是他，但我自己因为我们用第三人称写的通常是名人，那名人的话我就觉得就算了，因为他就是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训练就是说你不要去讨好你的受访者，就是尤其他是有权利的人的时候，当然你可以不同意，可是只要我觉得我没有在没有偏见之下我看到了或是你跟我讲的我理解到是这样子，那我就这样写，那你认为你没有你不是这样，除非我真的明显写错，我自己的经验是还好，就除非你有个什么小细节写错了可能受访者会更正你，就是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细微的，他可能对你报道不爽但他找不出，他就只能从那个很就是什么你图片的那个图说哪里写错之类的，就是刚刚讲到一开始就要想清楚整个题目的那个你想要表达什么，就相关的一个轴心要想清楚，但如果想清楚还是遇到这种问题，这样就没有办法，一定会遇到的，就是10次里面总会有一次两次就只好厚脸皮说你要再补访，所以我们通常一开始会跟受访者约的时候都会先讲好说可能问就是还需要补访，那甚至如果真的是还讲到时间，我们一般都会说会看状况，如果知道受访者是一个没有那么忙的人，我就会说2个半小时或者就是至少2个半小时，那如果受访者真的很忙我就会说保守一点，就说2个小时真的1个半小时，那最后要想办法去熬时间或者是分次，就如果他真的太忙的话就是也许一次半个小时或一次1小时或40分钟，然后分成2次以对方方便为主。我觉得如果是人物专访没有什么有不有品质的耶，有品质那个我觉得是受访者，就是名人他会觉得你，因为如果你问到他不想回答他就会说你这个问题没品质，所以其实只要你自己觉得那个问题 是重要的就好，就是有没有品质是你就你自己的专业判断，而不是受访者来帮你打分数。哦，就是我题目我一定会就是选自己
比较有兴趣，因为你有感觉的题目或是你比较擅长，你才会做得比较好嘛。所以尽可能都是自己选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有时候你真的是就是要交稿真的选不出来，当然就只能赶快去找题目，不过通常时间允许之下，我会选择自己擅长而且真的有兴趣的。然后刚刚讲到网络报道很多核实的问题，那个确实是一个，所以会真的要比较小心。那我先分享我有很久以前的经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很久以前有一部纪录片叫《弯生》吗？就是一个讲那个叫田中实家的，那个就是一个他说他爸妈反正就是日本的跟相关的。那时候我要去访他的时候，就是已经有一些报道了，所以我就去采访他。那时候只是做一个素人的小单元，那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类似第一人称的单元，短短的。但是我访了两次我还是觉得不对劲，然后甚至拍照都已经拍了，就是最后我还是觉得就不要出。因为其实有时候你是会有一个直觉，就是当你问他一些问题，他讲他会去回避的时候，所以这是讲到后段你已经采访的时候你还是要刹车，就是他有回避一些问题的时候，但他不见得是要说谎，有各种可能。可是如果你直觉告诉你说这可能就是核心的话，就宁可就是不要出名了，之后会尴尬。那所以在一开始采访的时候，但是现在问题还蛮严重，因为就是真的演算法的关系，就是你看来看去，其实大部分的报道就是都是其实几乎都是那一两则，所以就是真的不断要，就是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甚至你要跟你就是朋友采访过他，或是那个圈子，就是想办法去打听。像我都会就是。真的要交各种不同领域的朋友，你就会打听说这个人怎么样什么的，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哦，删稿很重要，就是除非你是非常厉害的作家，否则的话其实我们稿子大概有一半都是废话，就是结论就是这样，就是不断删，越精简越精炼越好看。哦，就是我很想讲的就是说关于流量，但是流量这种东西就是当然大家一般都觉得很不好，可是我想要谈的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就是流量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东西。那为什么大家会对它那么反感？是因为就是可能你不得不去用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做法来去冲流量。可是冲流量其实有好几种方式，最简单的就是你用就是耸动的新山色，这是一种方法，或者你去挑起对立，因为对立有人骂的东西就有人看，这也是冲流量的一种方法。那可是其实还有别的方法，就是说例如说你用一些浅显易懂的语言去解释一些新闻跟议题，那这个是要训练，但是它其实是绝对是有帮助。还有就是说故事技巧，就是为什么就是有这堂课的原因，就是你用故事的方式，回到刚就是你问的，确实它真的是会对流量有帮助。那为什么我个人会比较从正向来看流量，就是你只要用好的方法去，其实呢流量是可以帮助，因为我们写报道的目的都是为了传达不管是你的观点还是一些资讯或是事实。那如果你没有流量，你真的辛辛苦苦工作做了那么久的东西没有人看，石沉大海，那几乎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对流量还是持比较正面的看法，就是你用什么方式去操作，然后可以达到你想要传达的目的。就像我个人非常，我不是那种文青挂，就是我非常讨厌写文章，所以我的训练方式就是，就刚刚讲到要精简嘛，然后要会说故事技巧。我就是就写 FB， 然后用在 FB 上面的写自己的生活琐事，然后你就写之后，你就不断的修稿，就会不断的就会加强你叙述的能力，就是逼自己，因为我就不爱写。所以我在那个 FB 就会不断的一直不断的修，就是点进去就可以发现很多编辑记录，其实就是为了就是自我训练。我自己写稿都是尽量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冷静的，就是写稿的时候就尽量持平的，因为就是你用一些太有情绪性的东西，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渲染的效果，可是可能会让你就是反对你那一方比较无法接受，所以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因为却就是现实来讲，就是你一定要对方
能够认同你，才你这样这个传播才是有效的嘛，否则你就只是在自己的同温层去宣扬你的理念，那个对我自己我想要做的不只是这样，就是我的诉求从来都不止于我的同温层，我希望跨出我的同温层，那所以我就一定不能让异文层看得觉得反感，所以我会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尽量持平，就是不要用批判的或是太怎么样的偏颇或是个人的东的用，不管情绪去用词或是个人观点去写稿，就是要不断的写稿过程不断的自我提醒，还有里面有讲到就是我们会不断的修稿，你在修稿的时候也会就是发现然后不断的在删掉，其实就是不断的自我提醒，那可能我本来就是我的人 我自己不觉得，但是就是一般看我文章会觉得我的文章比较冷静，可能对啊，我就有时候会比较冷血一点，但我觉得 就冷血有时候还是必要的。